太棒了，直接穿婚纱是怎样？我的服装呢？让我们相拥热吻吧。好的，我们今天继续看大胸部某某的故事啊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打给老板说，嗨老板，我需要做什么？我们居然是员工嘞！上次我们逃脱了那边嘛，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员工了。嗨，你需要写大量的复杂代码，坐在电脑前，然后开始写，你已经错过截止日时间了啊！居然是加班。OK， 先喝咖啡，很棒呢，先喝咖啡，喝下咖啡开始工作，你还剩十分钟。咖啡在哪里？咖啡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咖啡在哪里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是咖啡吗？你是一个苹果？不要了，我要咖啡。谁要苹果？这电脑是谁的啊？随便的，嘎丢丢丢哈。这个吗？这边有咖啡吗？没水了，不是啊，我要咖啡，那我就直接上班吧，直接上班吧，喝什么咖啡啦？哦，太棒了，我是一个背景啊，对啊，你就是一只背景啊。完美游戏是什么？我要打代码，我要怎么打代码？一，哦，我在打代码，这是我自己在打的哦，我手动打的哦，你看我停下就停下，我自己打就打了，你看我是不是很天才呢？人有两只手，就是用来这种地方的；两只脚也是用在这种地方的；四肢全部用在打键盘上面。OK， 啊，提交提交，你尝试用老密码发送文件，请用新密码啊！你的领导应该知道密码。领导怎么样？这份文件应该今天能发送。我需要密码啊，领导。我们每天都改密码，你忘了吗？那密码是什么？你告诉我啊！密码是我在办公室黑板上的，快点！昨天是截止日期25424269。等等，我先记下来，我记在我自己现实的手机好了。25424269。OK， 提交。OK 了吗 ？OK 了，快点！你为什么倒退走了？发现默默，你神经病哦！剩下三分钟哎，默默，这他妈是什么？徒劳，徒劳无功！你需要什么？我需要密码，我需要解开这个病毒。工作上需要，快点，要下班了，三分钟了，快点！老板很生气，文件没有按时发送，你先帮我发送，我再帮你玩。知道了，我准备好完成你六个愿望了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会做任何事情。好消息，现在也不用担心文件了。为什么？你必须做我的任务了。难道现在时间暂停了？我顺从你。第一个愿望，在66秒内打碎走廊全部玻璃。等一下，我要先离开这里。OK 的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通通打碎，通通打碎，碎掉，碎掉吧！你们通通给我碎掉！有！哦，成功了。干得好，你的奖励在壁柜里。喂，老板，太棒了，你死了，感谢你。你有想要说什么吗？你也会杀我吗？你杀他就好，不要杀我。答错了，你有十秒哈，我十秒干嘛？老板，请问他说我有十秒干嘛？开玩笑。你的工作日结束了，你可以回家了，耶！放工了，放工了啊！这样就没工作了。哈，我在家，该死的噩梦。切，我要去看电视。手电在手机里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以为这么容易可以摆脱我了吗？不，我的第二个愿望就是玩捉迷藏。快点，你的时间很短，你的任务是尽快找我。准备好了吗？还没。OK。Ready, three, two, one。当然，是的，找到你而已吧？不对啊，找到你我就死了，不是吗？准备好，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你在电视里面不是吗？然后呢？开始了吗？等一下。开始啊！我准备好找你了，找到了！他怎么卡在这种地方啊？不对，我先找你的，看到你的啦！这么大只把我当白痴哦，一次不够吗？你怎么这么难满足的？一狼嘞！哦，三次，你知道怎么玩捉迷藏了？我饿了，那你要吃什么？我们可以叫外卖。第三个愿望是做晚餐 ，OK？ 看一下冰箱有什么可以给你吃的。烤鸡耶，默默也太好了吧，默默。谁会一起吃晚餐？我一起啊，不行吗？来一起吃晚餐吧，来，哇，好吃，尝起来怎么样？还不错，我的手艺真好啊，是的，很好吃。我从没期待过你会喜欢你的老板。什么？你当然会满足我，一切要结束了，用水装满浴缸 ，OK。现在你要洗澡是吧？我可以陪你一起洗哦。吹风机干嘛？哦，要输电池吗？我快死了，各位再见。这里是哪里呀？这是地球的产生吗？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啊！我第五个愿望是拉下拉杆，拉下拉杆来开始游戏啊！拉杆在这里，一二三，拉下。
走，你没有机会在这里生存，即使你知道规则，想要离开这里，你必须完成一个仪式。看到地上那个传送门了吗？你必须用地牢里的死去灵魂将他们全部激活，一个已经激活了，还有五个。万无聊，我来找你。哈，等一下，你没有这么突然间开始的啦，你在干嘛？我听到声音了，好可怕！啊！灵魂！哎，我已经很近了，你这样我没路可以走啊！你机车呢？哎，哦，等，我没有路可以走啊！三个 ，Momo will find you. No. 他找不到我的，因为我连我自己在哪里我都不知道。哦，有洞穴。哦，我找到全部了，快点上！为什么会有鬼？木匠很感兴趣，感什么兴趣啊？等一下，我离开这里我就可以赢了。快点回去，我要回到我的家。走开了，我不需要这么多灵魂，你给我太多了，你给我超过了，会不会太多灵魂了？等一下，Momo不要来Momo。我会不会拿太多灵魂了？注意，默默有没有来？注意！快点！呀！抱歉，聊错了。现在用四个拉杆激活所有的灵魂。四个拉杆？中间是你老板，你认出他了吗？这是你的错，恭喜你对老板的尸体喜新诺黄。现在四个拉杆激活所有的灵魂。哪里有四个拉杆啊？我去哪里找四个拉杆？我在上面哦，爷爷拉杆在这边而已哦。哦，我知道你在玩什么了。还差一个，这个吗？不对，这个把全部关掉了。对，你的头发好长哦，你的头发像刺猬一样呢。哎呦，爆炸头！有了！哎，要消失了！哎，是时候完成最后一个愿望了。我的愿望是什么？第二个愿望也是最后一个愿望。回答我的问题，你准备好继续游戏了吗？是的。你可以什么也不用回，门已经开了。OK。然后呢？你如果往左走，会往回这个吗？如果往右走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回到现实吧，现实之门开启。警察一，为什么把他关在最冷的囚室？诶，我被困了吗？那个混蛋把刀插在他老板的脑袋上，不是我啊。那么到达现场时，他大笑着喊着，默默会来杀掉所有人，不是我。如果继续这样，我们会把他送去疯人院。默默，你可以来接我吗？默默，求求你写点什么吧。我是森林耶，为什么知道我叫森林？哦，坏结局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们只能下去下面了。好，我们走吧。去哪？我也不知道。也许你是被选中的某某的接班人吗？但是被选中必须要达到标准，必须足够坚强、聪明、狡猾。我都有，尤其是这个。你很强壮或者聪明吗？我很聪明。证明给我看。这是办公室吗？有十二个员工和一个老板，两个辞职做独立游戏，一个被车撞，一个自杀，四个因为咖啡厅天花板崩塌而死，程序员在厕所被电死，他们老板一点足迹都没有。有多少员工还在办公室工作？办公室工作吗？可是他没有说哪里办公室，所以两个做独立公司的，两个做独立游戏的应该还在办公室工作，因为没有说哪一个办公室嘛。五，答案是五个，错了，但是你没让我失望，只是证明你很傻，回去做门卫吧，不对吗？所以答案是三个。对了，你很聪明，你是被选中的，对，哇，我才不想当什么看门人呢，大门开了，哇，我是被选中的呢。绿地耶，请问我来这边干嘛的？来找我，我怎么知道你在哪里啊？你是国王吗？可以进去耶。OK， 哇 ，Hello， 哇，干嘛？哇，我一直想告诉你一些事，但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感觉。攻略成功了吗？我非常爱你，我再也忍受不了了，娶我 ！Oh my God， 知道我同意的选项，我同意。Oh my God， 我变国王了。太棒了，直接穿婚纱是怎样？我的服装呢？让我们相拥热吻吧。好吧，怎么样？这游戏，哇，这游戏，我得到 good ending 了。喜欢，晚点写。再玩一次。我很强壮，证明给我看。OK， 直接往左边走去找骗子垃圾。骗子垃圾，你在哪里洗？哦，按左键拿起物品。拿起什么物品？下面有尸体，里面有什么可以给我拿的吗？应该是让我们清理这些吧。哇，选了一个超麻烦的东西耶。下去。
啊，最后一个，可是我们已经超过我们时间了，梦梦会娶我们吗？我们还是有利的啊，对啊，只是时间比较慢而已。终于做完了，大门开了，是某某吗？是我，是我。哇！我只想告诉你一些事情，但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的感觉。但你还叫我去清垃圾，我非常爱你，我再忍受不了了。娶我，太棒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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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让我们来祝福这两对新人嘛！一个长得非常的奇怪，但是没关系的，恭喜恭喜恭喜发财！看来跟某某结婚是好事呢。好，那么我们今天影片就先到这边结束。喜欢的影片的话，可以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千万不要去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我是森林，我们下次见。有谁呢很喜欢跟某某结婚的呢？来玩这款游戏吧，可以享受到哦。